在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中，因每个众生的因缘不同，能获得救度解脱的方式也各不相同。观世音菩萨慈悲怜悯众生，化身为千百种相貌身形，来教化救度因缘各异的众生。若有众生应以佛身而获得救度，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为其说法。应以辟支佛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辟支佛身为其说法。应以声闻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声闻身为其说法。应以梵王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梵王身为其说法。应以地势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地势身为其说法。应以自在天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自在天身为其说法。应以大自在天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大自在天身为其说法。应以天上大将军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天上大将军身为其说法。应以毗沙门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毗沙门身为其说法。应以小王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小王身为其说法。应以长者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长者身为其说法。应以居士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居士身为其说法。应以婆罗门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婆罗门身为其说法。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男居士、女居士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比丘、比丘尼、男居士、女居士身为其说法。应以长者、居士、宰官、婆罗门的妇女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相应的妇女身为其说法。应以童男童女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童男童女身为其说法。应以天神、龙神、钱达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侯罗伽以及人和非人之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各自之身为其说法。应以金刚神身获得救度的，即现金刚神身为其说法。观世音有如此功德，能以各种身形游历各个国土来救度众生，所以你们应当一心一意地供养他。观世音菩萨能在众生恐怖危急或灾难之时，把无畏布施给众生，所以称观世音菩萨为施无畏者。世尊，我现在就应当供养观世音菩萨。仁慈有德的菩萨，请怜悯我们，收下这些璎珞吧。你应当怜悯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弟子天龙八部，接受这些璎珞吧。
观世音菩萨具备一切功德，他能在众生遇到痛苦烦恼时，面临死亡危险时，成为众生的依靠。他像慈父般看顾着一切众生，他的福德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量。你们应该顶礼膜拜观世音菩萨。